喂喂喂，欢迎来到力奇转珠。咁我就啱啱喺英国返嚟香港啦，咁天气都未系好适应嘅，真係好危嘅，同埋好焗呢，又好湿呢。琴日行咗转旺角已经嘩，好似游完水咁样，真係好熱好危，同埋唔敢食好饱，我驚食好饱呢反胃我驚。咁好啦，言归正传。咁就出咗只玻璃塔啦，咁我就要升只水白盾同埋只之前街机版 crossover 抽蛋嗰只光体力白盾咁嘅 show 俾大家睇啦，咁就水白盾呢只啦，冇升过㗎啦，係真係货牌片我先食㗎啦，真係冇升过。跟住只体力白盾啦就喺呢度但都係冇升过㗎啦，真係好均真嘅拍片，真係冇升过㗎呢啲，完全好啦。嚟啦嚟啦嚟啦！嗱，我光啊打咗大概廿四只到啦，咁水咧就都系廿四嘅，大家都廿四嘅，咁我打咗，我储咗两日噶啦已经，因为我冇乜时间打，我都呢几日呢一两日都冇乜时间打，但系都尽打啦，咁样打升咗水盾先，好啦嚟啦。睇人 PK 最开心啊！你哋又系咁样啊，心谂唔好升，唔升，唔升，唔升乜？但系好似啲马迷咁啊，唔升，唔升，唔升咁样嗰啲咧，死啊，死啊，堕马嗰啲咧，大成功咩料？咩料？升啊！求下你升啊！继续求下你。如果你每一只，如果你五只嗱，即系嗱，我自己升几咧就中意食五只五只咁食嘅。咁你话不如有啲人话就会一定会人话试下食三只啦，试下食四只啦，嗱。每个人升技的方法都是不同的，那我自己就喜欢吃五只的，那就再来了，那有时候人吃四只三只都可以升的，那没问题的，我自己就喜欢吃五只的，没冲突的这些东西。好了，不升即是有牌打了，我现在是有牌打，真是有牌打，真是出事了，加油啊加油啊，什么事啊，真是出事了，真是乜嘢事啊？你唔好咁样对我冇啊！唉，心都淡埋，升多下，升多下，补翻头先嗰啲，升多下，真系补翻头先嗰啲喎，黐线噶，黐筋嘅，傻傻地嘅。咁我就有四只，食埋佢啦，唔争在啦，冇乜所谓啦，我已经。咁啊，咁玻璃王啊，要夠準啦。咁我就未搞，其實我都係冇時間，因為我打呢啲料咧，全部都係打25嘅啫。係啦，好爭一技，好唔緊要，怕你魔，老子什麼鬼也不怕。咁其實嗰只玻璃王夠準咧就要多啲，咁佢就要食翻五隻玻璃王先可以夠準嘅，咁就麻煩啲嘅，變相係即係要十隻紅玻璃先搞得掂啦，真係。真係好貴啊！仲要而家仲要，好似聽日1:05啊，所以聽日就加油啊！你哋好啦，到光啦，好啦，1、2、3、4、5嚟啦！白盾又之前拍片打咗嘅，咁就打正咗喺度嘅，係啦，升啊，衝啊，殺啊，衝啊，加油啊！呢個光白盾又好用嘅，咁就因為體力系啦，咁我又轉珠啊，咁可以我麒麟隊就唔擺呢只，咁我自己再草嗰邊再執嘅，其實係啦。咁我就可能遲啲就再同大家解釋下究竟可以點樣改變下啲組嘅，即係好多組其實都好大路嘅，啲火埃啊、麒麟之前都好大路嘅，大家有冇可以過去改進啦？而家 keep 住都五星一嘅。其实呢个技压最低消费，即系最低消费，我觉得最系最少要升一下噶啦。我觉得唔系嘅话，好离谱噶啦，升到下笨，唔系啩？咁睇嚟玩完咯呢只，睇嚟，好似系，唉，好嘢，好波啊，叻女啊 ，I love you， 叻女啊，好叻猪啊你！咁其实係咁多㗎啦，咁我就整返嗰隻水盾就我自己加油啦，咁片就唔擺落呢度啦。咁如果遲啲我睇下可以再拍啲咩片呢，咁啲人就话喂力奇你会唔会搞下嗰啲 JTV 嗰啲 live 玩 Persona Dragon 啊，既然你返咗嚟香港。
咁我就要首先要砌嗰部电脑啦，因为我平时都用 notebook 嘅啫，咁就 notebook 就比较贵啲 ，CPU 比较费啲，咁啊基本上系符合唔到开台嗰个需求嘅，系啦，咁就睇下开，如果睇下砌咗机先睇下再算啦，好唔好？即系我唔会，即系我唔肯定系可以玩到stream 嘅，真系唔肯定嘅，其实我真系唔好肯定。咁啊可以试下嘅，但系。睇下啦，好唔好？我唔可以应承咗你哋，跟住之后冇做，我唔可以，我应承咗就要做嘅，咁我就唔可以应承住啦，系啦，咁我睇下先。咁呢条片就系咁多啦，如果你中意嘅就 like 一下啦，或者你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啦，或者你 like 我嘅 Facebook page， 或者你再 share 俾朋友睇都得嘅。好啦，系咁多，拜拜。